木头大量！哎、欸，我提铁柜啊！哇，这你说是困难、欸，不要乱撞人，不要乱撞人！巴西关卡，你的稿子怎么丢了？有人在帮忙放石头啊？可以啊，他们 OK 那我先挖前面，真的巴西关卡。我劝一下你，你为什么要去那么远挖石头？你这很奇怪呢。是啊，就不敢没。你叫他是不是也要去那么远去拿你的石头？你这很奇怪呢。<笑>今天会过热吗？它下雨，是不是不会过热？下雨就不会过热，是不是？<笑>不知道啊，感觉没在过热的状况啊。轻轻松松啊！你看我们缺的都是石头啊。 有啦，上面很多石头。雨停哦，雨停哦，哎、欸、又下了又下了。是简单模式吧？<笑>超简单。超级下雨。哦，有人说刚刚显示简单，是不是调错了？哦，想干嘛？哦，巴西巴西绿色简单。嗯，巴西巴西绿色简单，下雨不会过热，我、哦、超简单啊。又不啊。木头多到爆啊！木头太多了，我把斧都丢到水里。 不要把斧头丢水里了，然后后面接不过去。没有，有斧头，有斧头，可以不用怕。有超多石头，超多石头。你看木头，哇，这怎么推都多？可以啊，你后面会有个任务是要叠什么50格高还是什么的？50格高，50格高，我笑。这个，你看，觉得够啊？嗯，那我的那个斧头已经不见了。 <笑>不OK了，知道斧头在哪吗？哎、欸，那个矿不够啊，矿啊，够啊，够啊，矿这边够，够够够够够。我把斧头藏起来了。你干嘛斧头藏起来？藏哪里呀、啊？他可以走到，<笑>太前面了吧？<笑>太前面啥呀？<笑>简单模式啊，弄错了，八七八七简单。 太简单，重新配置。重新配置，重新配置。OK。可恶，被发现！哎，对啊，变简单了。哦。你干嘛？啊，有可能是你的那地图种子就是简单。哦。那你再改一次八七八七嘞，看一下。对对对。哎，那你看它变简单了。哦，变简单。种子这个八七是。 哎呦呦呦！哎呦呦呦！有不一样吧？不一样吧？不同吧？不同吧？还霸凌了那天。真的，霸凌。被霸凌了。哇塞！哎，好。我拿斧头了。好啊，我拿这个了，好吧。下面还有黄色小鸭，好可爱啊。这脚要往牛那边挖是不是啊？对。对啊，那只能往牛挖。爆炸的话，那就知道全部挖光了我的。对啊。 上面木头可以先拿哦，我开始砍下面的树。嗯，对哦，对哦，对。哎、欸，那个石头，我觉得不要让石头啊再挖一个哦，不然进不去哦。不行，我不知道挖不了，这挖不了。对啊，我们走下面的人哦，因为前面是那个石头是挖不了的，嗯，那就不要撞动物了。啊？不要去动物那边呐，他的意思。哦，好，那就往下。对，你接着挖一个。 不往动物呢，走下面的人那里。好。反正我木头有在砍，你就走我木头那里。木桶这边都在开一个吧。嗯。好好好，我知道，没事。哦，行吗？没有，对对对对对，哎，你不要让那个动物跑过来就好了。好，我不要把它挖开，我直接挖到最旁边这边。对对对对对，这样应该很 OK。 哎，那两个人是等下会来偷东西，是不是？对。那偷什么？偷那个铁轨啊，偷材料啊。我、哦、这边木头叠超高。<笑>哎，哎呦，差点把那个挖开。哎，石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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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喂喂喂！哎，呦呦呦！救鬼！救鬼！救鬼！ OK 啊，好，谢谢。哎，小方就，哎，你怎么把那个动物放过来了？没有，
人家不会，他不会，只要他这样，人站在这边，他就不会过来了。那你前因为面，这是牛，这是牛。前面木头之路在挖喽，也不一定要走好。水啊，这边木头可以走。都行都行，感觉应该 OK 啊。铁路要铺还吗？好还好。轻轻松松。需要好把马给变了，MOCO 在那边嘴。谁？你说 MOCO 啊？那边说什么？他很胖，他超胖。干嘛要嘴自己？对呀，妈妈，不要嘴自己哎呀，啊！偷木头了啦！气死！揍他！揍他！我告诉他，偷 木头！死他！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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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你！哦，不行哦，不凶！下雨了，下雨了！前面木头超多，下雨！下雨！下雨！是不是缺石头？还没偷拿来啊！撞撞！我把撞走！我把撞走！拿斧头！拿斧头！怕了吧？缺怕了石吧？头的话，用那个啦，用那个烧吧。用哪个？用木头换石头啊！啊！木头可以换石头，就后面那个啊，后面那节车厢啊，后面那车厢可以换。完了，这么酷！我没事，没有这个是假木，石头，石头，搞大。再放啊！再放啊！那就挖，够吧，够吧。我前面再多弄更多石头，感觉石头比较缺。怎么对不到的？因为那边地上有木头啊，你就把地上木头拿起来。哎呦，来了来了！等一下，我手上来了啦！他一个，加速喽！耶了！耶！快！困难模式还好嘛？是时候了，大家。无尽模式、啊、上面有箱子，可是赶时间啊。赶时间啊！我们能过关，都在轻轻松松。对啊，可以过就好了啦。来啦，无尽啦，我怕怕了。没事没事，可以，你担心？那无尽会越来越难吗？会啊。是啊。那我们无尽、会不会开越快越？无尽中等啊。嗯。每撞车可以再低哦，存档点有了。因为。他比如说隔三关会换下一种地图环境哦，可能一开始是森林，再是沙漠，再是雪地，类似这种。嗯，会换就对了。嘿，OK，他是又撞我。走出去，站好。还有恐龙哎。对啊，我想换，怎么换角色、啊？我也想换，可恶。很可爱啊！哦，看上面有没有？看上面那个有没有挖挖往前挖，去挖那个螺栓，一定要去挖。去先把材料先放进去，先把材。那怎么暗暗的啊？对啊，这张地图感觉暗。对啊，一下暗一下亮哎、欸，受不了、啊。哦，会有白天跟晚上哦。OK OK。哎，撞撞撞！哎、欸，我这边需要一个木头。所以是要让火车过去吗？还是人过去？人过去，人过去，人过去，人过去。OK。过去吧，过去！哇，那这是干嘛？额外的天赋点数，等下你就知道了。好，好，哇，我哇，哎，收你的石头，哎，哦，我斧头被撞掉了，对，我把你的镐撞掉了，厉害吧？啊，哎，地上那边很多，哎呦，贴个。上面也很多。哎呦！想要铺两个。我知道。那你们先铺，我先放。那就这吧。哎，没石头了，没石头了。有石头那边有多一些。好。对，前面还有，前面。我去用木。哎，砍我！木头。好，我继续砍。你桥要走中间还是上面？铁轨放下面吧。对，放下面好，木头又等下木头再铺哦。
你说走桥的下面是不是？对。啊、哦，哎、欸，但现在火车会卡到，你要在那个弯处再走弯处再换。过去过去过。两个铺子的都可以啊，这样就好了、嗯，都可以啊，都可以啊，能过能过。可以可以。木头木头木头，你要再多多铺一个吗？对对对，我要再一个。对对对对对。木头木头木头，没有木头没有木头。乌啦。头。过来啊过来。没啊，没看到啊。乌啊，头卡。头卡。前面头卡，前面头卡。那是石头。够不够啊？这些是石头。没，只有木头，我提啊我提。不够不够不够。哦，然后还有一个小技巧，就是可以把材料提前先堆在这边。对，我们下一关可以用到。OK。这个，这样我们是不是不要这么快接到？不要太早，不要太早。对，所以我们可能这时候才开始，这时候才开始绕个 S 型会比较好，或是最后再放下去比较好。哦，好好，囤货囤货。哎，后面还囤囤。前面这里也没办法挖了。对啊，前面没东西了。嗯。后面等下会崩塌是不是？崩塌什么？那罗斧头跟镐子在后面不就没了？不啊，他等下就还你了。啊、okay. 啊！如果他现在跑图的话，就拿不了了。OK。哎、欸，你们刚刚都没拿水桶吧？水桶在哪？在前面。因为你看一下左上角有没有？仅一名玩家使用水桶。哦、oh. ，对，所以如果你们刚刚都没拿的话，任务就会有额外的那个。哦、oh, ，我都没拿。我、oh, 没有拿，我没拿。我也没拿。哎、欸，去帮我拿木头。去拿木头。要补到吗？那上面吗？等下等下。差不多了。好了，可以补了，可以补了。补了。补吧，补吧，补。补吧，补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哎、欸。下下你。这样就有三个天赋点。这么厉害。好、oh, ，对，可以升级。然后这个就是两个，就是两点。我们现在有三个螺栓，嘿，三个那个就是天赋。像这个就是水冷的嘛，刚刚那个的，嘿，啊，就是可以更久不用去浇洗它。哦、oh, ，有。那这个、oh. 对，这个就是加那个速度，制造速度，铁轨可以放更多。那这个是东西可以放，材料放更多。那这边、哦、这有炸药哎、欸，这边是车厢、哦，炸药好过了，炸药又推荐呐、啊，我是蛮推荐炸药的。啊，夜空中最亮的车可以干嘛？啊、照亮，因为等一下你会碰到晚上。哦，对。嗯。然后新的引擎就是可以加大车厢量，因为一开始只有接车厢嘛，后面可以变其他。哦，那你们要哪一个啊？我跟你讲，你用过炸弹之后，你会回不去。对，真的我也不去，真的。好，炸弹。那你就去加。哎、欸，我记得车厢不是买车头啊，就是火车头是那个呢。好像你走过去就可以了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你等一下再放。啊，一放、啊。好，我来解释一下，你车厢会影响。就比如说，如果。哦，我懂你意思。啊、嗯，好好好。哎、啊，拿不起来了，没办法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后面会有个幽灵车厢、啊。幽灵车厢是可以让玩家穿透过去。哦、而且会影响前后两。哼，我们还有一点要再放吗？可以存，这可以存，可以存，可以存的。对，天赋可以存、啊。车厢就是都拿不掉了。对。我怎么记得好像有个可以拿掉？啊、好像可以吧？是不是有一个？还是用替换的才可以？就是有一个工具一样要花这个。这些一点的都没有要吗？我后面如果有幽灵的话，我会推荐幽灵啊。对啊，那所以就走。好吧。夜空中，对啊，夜空中最亮的车感觉很瞎。好，来，这时候囤货的就用得到了。哦，六六六。啊，我直接先往前铺吗？对，好，直接往前铺去挖石。稿子。斧头我来拿啊，因为看左上角。嗯，好，就一名有看到左上角吗？有看到。嘿。喂。铺那个，哎，铁轨。铁轨，铁轨，快铺！铁轨，等一下，铁轨交给你们，我去前面挖、啊、挖石头了。好好，起雾了，起雾了，石头就前面有。你铺错了，卖金丢，卖金丢。哎、欸，没材料了，等一下。